说文解字认为活的本意是指流水声，后引申出活动、生动、生计、工作之意，因此后来也引申为生存之意。所以我们打算做一档节目，为了焕发旅游新活力，来活城市团向广大旅游爱好者发出了来活邀请，希望通过他们在当地的各种旅行体验，宣传城市多面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魅力。又是兄弟来活了。于是四位能够发誓盘活的老北北组成了来活兄弟团，接下了这份来活邀请。在各大城市里藏有五个未知的大活，来活兄弟必须在旅行中努力获得关于大活的线索，线索越多就越有可能成为接活人，接活人有分配所有人干活的权利，还能获得活王的荣誉勋章以及奖励。所以这不仅是一趟休闲的来活之旅，更是来活兄弟对于接活人的争夺战。跑啊跑啊跑啊，还有这样的，大家快跑，大家快走，我有生之年还能录到这样的节目。我祝你们今天的活黄了，你别把自己摘出去，就是他别演了。但是这四位来活兄弟究竟有什么能力能够接下来活城市团的活呢？ I'm coming。